啊你啊？太小心了。你坐完这凳子都油的。中山看还不是发型啊？对，你明天看我不定什么样。啊，这个刚才是侯鹤莲啊，北京德云社的一个回民小生演员，说的不错。你看他这个人呢，就有回民的特征。你这可能是台上需要把这络腮胡子刮了，是不是？这要是您要是两天没看见他，恩格斯绝对不行，拉登，拉登，大络腮胡子，戴着礼拜帽，前是开斋的，回民讲究把斋，为什么呢？他们是一个好战的民族，没事呢就白天呢不许喝水，不许吃饭，只有夜间的时候才去喝水吃饭，为的是什么呢？他们这个民族比较好战，又是游牧民族，这个不一定有一段时间就没有吃的，锻炼这个人的意志，有一段时间就把斋。先是斋月过了之后，尤其是开斋，这是回族的跟那个过年一样，非常热，去，哎，带着礼拜帽，大腮胡子留着啊，就为了等这一天，到那儿非常虔诚的给真主磕头，哎，接祖。非常的高兴，人也确实不错。你说，有人说，我觉得回民就不一样。有的朋友是回民，我瞧你就不是。回民愣，啊，生性特别的勇猛，这不赖人家。真的，你别笑，不赖人。为什么？他们吃的都是牛羊肉，火气的大，知道吗？后来他也是，当然也跟熟人了。去熟了他就好了，你知道吗？熟了就好了。开始跟我们不熟的时候也都是脾气大的，好像这说两句不乐听，就拿鸡就顶我们。好家伙，老用顺轴，确实人也好，真的心眼儿好。那走到后台，什么事儿能他干的，学不上别人干。比如说后台我师傅坐那儿。喝水，茶水从旁边沏，喝茶喝了沏水，绝非外人啊！他噔噔噔跑了，给师傅沏水，有眼力劲儿，看就好孩子。我当初小的时候学艺的时候也这样，师傅茶杯里面赶紧烧水倒，哎，接热水，接热水，怕师傅喝的时候烫着，这温度得掌握好了。为什么？一会儿师傅下场来。嘴里渴，他必须得喝水润嗓子。太热的喝到嘴，忒烫的也不行。这怎么办呢？备凉水。后来我师傅就分析了。好心啊，就容易办坏事儿。打小我就是老师就是好心办坏事儿。小时候也好惹祸啊，后台上场门那儿有一个人家那阵还。不是单独我们德云社演出场，那阵跟那个北京梆子剧团人在这儿演出，人这上场门啊，人唱梆子的戏服啊都挂上场门好换，有那么一个铁架子，两根柱子，中间一铁棍儿，这是支着，上挂了好些衣服挂。我这人呢，拿着我师傅那水杯找着我师傅，我这那站呢也累了，没地儿倚。我就倚在衣服架上，谁料到他坐着玩意儿是活的，你恨死不喊吗？我这一倚呀，这俩铁柱子一斜，中间这杆儿啪就下来了。很小，底下有一个腰部机呀，就是人家上台撕烟的那种，把我这给砸坏了。我接着就找我师傅去了，这谁家孩子这个？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哪儿倚哪儿靠的？你想说你不看不看这烟雾机这事儿，你甭管他了，师傅赔吧，师傅赔吧，净出事儿。侯亮这孩子不是，人家毕竟是什么，比我岁数大，但是论个教得叫师哥，这辈子的大师，都不能问了李师傅。小时候我也这样，是吧？这个他的岁数大，但是呢，别看他岁数大啊，
他这个心眼儿比较成熟，做事呢特别是干练，他呀就看这事儿，哎，他绝对不会像我小的时候顾前不顾后，人都编排好了就干这事儿。经常呢，他之前没说相声之前呢，经常呢给我师傅还有于大爷跟包。什么叫跟包啊？就是拿现在明星大腕的话就助理儿，哎，就是助理呀，哎，没事儿的给沏个茶呀，倒个水呀，哎，换个衣服呀，给我师傅扒个裤子呀，哎，穿个袜子呀，喂个奶那个，哎，就是反正这一系列的，就跟那个 ICU 里边那个，护士似的，哎，打扫师傅您喝水呀，哎，还得拿给您带一个方的那个手巾，他擦袜子。刘哎，全都是你说意思啊？到家赶紧把这蓝色一瞧，瞧这衣服坏了，哎，这烫的烫的，哎，说意思助理。但是你别看人家当这助理，我觉着我师傅之前也换过很多助理，有的之前那是单独请的，就是专门人家给一位明星跟过包，咱就不说哪个明星了啊，进过猴啊，这个。我确实有，我师傅念旧啊，我师爷没了，对不对？你不能让人家孩子饿着，对不对？尤其我们说相声也缺德，是吧？我这来说相声的跟包，你再让人家跟别的明星，谁敢用他呀？对不对？有钱这个的是吧？我串的都是串的厉害的，我跟你说，怎么办呢？师傅就收下了，收下人家。但是呢，说实话，不是说我们说相声人是，确实在这个磨合期间就没磨合好，可能也是跟着我师爷就想走，你知道吗？不想在我们这个行里边干了，人就想干点别的。你说人也交友这么多年了，跟着我师爷这儿串那儿串的，认识不少的制片人什么的，人都奔演艺圈了。具体现在叫什么呢？就不说了，反正现在挺火的，我也不认识人家，反正现在就行了。后来那一点点串了不少，你看那时候小的时候。你看，我也给我师傅跟过包，曹鹤阳也跟过包，也他也跟过包，反正基本上就我们手底下孩子们吧，都给我师傅当个助理，这是必修的一课。真的，现在你就说这个孩子们上台，包括我们现在之前的学员上台，第一步不是说相声，哪里叫上台你就说相声。三年做科学的什么，先学伺候师傅，这里边演一件跟台上使活一样。我们这个伺候两天完了，人家胡亮这见天儿跟的呀，师傅什么秉性，好吃什么东西，想起人来照相签字说事儿。有的时候我师傅万一要累了，签字的人好家伙过来谈事儿的人不招待你了，说话招闷不招两，这一个眼神就得知道师傅要干嘛，说两句客气话把人让走，给人轰出去，对吗？但是绝对不能说骂出去，打可以。看你们老师起哄，谁说我说打什么了吗？我说打什么了？打你吗？哎，谁打你？谁打你？哎，打打打打打一打，打打打打打神躲你知道吗？
户人家大员外的府邸，哎，烧府，哎，烧烧锅嘛，哎，上着脸写着烧府，反正写着，哎，家里边花园啊，得有啊，气味花园种花，但是你可琢磨，这主人不能见天天的扛着一锄头，今天没有事儿，感觉中间就是不可能，他得有手底下人，他手底下人，他得有一个专门吃的花。就跟现在为什么专业学这个园林呢，还有什么学这个设计的，都区分开了，专门养花，有专门养花的，专门养鸟的，专门摆弄动物，专门摆弄鱼的，这都有名字，什么鱼把式、花把式，这都是。你看这个侯亮的父亲，他们家祖辈都是玩鸟的，鸟把式，你别乐了，这真事儿。到老北京鸟事儿，一提侯亮的爸爸侯子有一套，你别乐啊，你别乐，真是你到鸟事儿，你进去了，到人这卖鸟那地儿，你拿一只鸟，你跟他提猴子，他打死你，你知道吗？上次钱还没结，你知道吗？说这意思，人家对这个训鸟来说绝对有一号。过去来说，侯亮的爷爷老猴子，那也有一号。玩什么呢？玩鹰。过去老北京讲究玩鹰，哎，驾鹰出去打猎，那都是过去八旗子弟留下来。过去老北京牛街，人家爷爷在老北京牛街有一号。现在呢，他父亲在北京市动物园烧动物。你说这孙悦，北京动物园哎，孙悦为什么说跟这个他们这么熟呢？侯亮也是经过孙悦进来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父亲跟孙悦是同事，经常在一块玩，后来就认识了。对，侯这个侯亮没有错，就是这个孙悦跟侯亮的父亲，他们俩是同事。一块认识，他父亲是羊驼的，就是我冲你们说了，这也不好，因为我冲你们说完，那你们要都冲我说，学你了，叫羊驼，小名儿呢都知道，这个养羊驼，这个孙悦是养那个大象。羊驼也不知道，羊驼你也要找那观众回头告诉他一句，我都别说了，私下打起来是你的事儿。孙悦呢是养大象，你到那个动物园啊，今儿算观众票了，你们这票买值了，真的，20块钱一张票，我告诉你一个口令，你照我这口令说，能免费去动物园，真的。动物园一张门票45呢，这还是25呢。所以说我相声说的就是，你到啊动物园啊，你别走正门，啊，你别走正门，你去停车场那门，你从那儿进，他们准拦你。那是拦你啊！免费票就够拦你了，我也不是成本啊，对不对？他准拦你，拦你呢，你就把他扒了。你要是把他爸躺着呢，你就进去了；要是没爸躺着呢，你就把我这口令告诉他。你也别给人扒拉急了啊，扒拉急了，走了也不管用，知道吗？你给人扒拉过来啊，你跟他说，我呀是相皇孙悦的朋友，哎，你就能进去了。真的，你不信你就试试啊！也别说你们两三个人一圈去也就去了，啊，带着人，好，大。你说把大象抬出来，就一两个人保齐能成啊？或者说提什么那个侯亮他父亲，这保齐都不让进。或者提杨这个提这个小王孙玉，别提杨国呀，你提小名啊，他就让你打死你了。提这个小王孙玉，这个保齐就让你进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孙老师。你觉得可能挺胖的，长得挺恶心的，往那一站孤奶孤奶的，看人像人不像人，似猪不是猪那个，看着其实恶心。其实你琢磨，你怎么那么说呢？
是我们的相声演员呢。你要这么说的话，那进点舞台上演出，那演员台上演出，台下观众那不都吐死了。他为什么说看着他恶心，但是还没吐出来呢？有小月衬托。稍微小月好多了，是吧？他俩这闺女配合是都搭档好了。哎，孙越其实也不是特别恶心，你琢磨侯亮，他爸爸他也是回民，你琢磨一回民跟他在一块儿，那就没事儿，你琢磨。所以说你绝对不像猪。要像猪他爸早把他踢死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其实孙越这人呢，怎么说好呢？其实呢，他看着都知道。讲一讲，要孙越的话，我从那个门缝直接就看得见长什么样啊，直接是一股黑影，你知道吗？哎，那中缝都是黑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孙越这人啊，怎么说我总结啊，他这个人。就是有点什么呢？刀子嘴豆腐心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啊，大家不可能都知道，我们现在德云社分这个一二七八队了啊。什么队？一二三四四个队。这个四个队呢，因为都有日常的工作演出啊，在这个演出期间呢，我们都得跑节目单啊，队里边的一些日常的工作呀，谁去做呢？就得这个大胖孙越来做。为什么说刀子嘴豆腐心呢？我们这台的演员，尤其是我说相声的，不像人家那个别的团体的演员那么好管。说相声都缺德人，当然也有个别的，啊、比如说我吧，我在这行里待了小十来年了。你说你们知不知道？我确实打小我就懂事儿，然后。因为为什么我不会啊？还笑笑呢？我为这都干牛了，你知道吗？打小的在这行里就知道这行的规矩。为什么说有的新到我们德云社的那个演员他不适应呢？为什么？第一，他接受不了这种老啊相声后台的这种环境。我们后台经常在一块儿聊着天儿，砸个卦呀？什么叫砸卦？就是互相的开玩笑。搁老北京话就互相的查人，有的人查两句急了，这个人在我们后台待不了。我们是后台经得起锅大玩笑的人，不能多说大玩笑的，就是经常的把杨婆的小名挂嘴边儿，互相的叫杨婆。这类玩笑，经常开起大玩笑，有的。别的团体刚来不是，而且什么呢？我们德云社后台来说，要求的演员基本素质比别的地儿都高。不是说我们演出的这个每场演出能达到多好多好啊，这个艺术水平能多高？为什么？我们这个演出的场次特别多，每天呢基本上都有一场演出，赶上六日呢，你看对面下午晚上两场。要来这书馆三场，你要是郑老师他就啊一说书四场全都有他，哎，四场还都是底，这一个底就得干八十分钟，哎，今年啊35，我过个活到40啊，差太多，你知道吗？得亏书馆里边不让吸烟，我跟你说不让吸烟，我跟你说孙老师郑老师能烟囱拉着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个演出的次数太多呀，这个。节目啊，需要的就得多。一场演出七个节目，你说我们一天演一场，一个月就小30场，这个活呀跟不上。你看别的演员到我们德云社刚来，10块活，在外边人就是艺术家了。您说人都外边都艺术家了，再往我们这儿来重新的学习，再当学生，人家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。你说。比尔盖茨刚刚让他说相声，哪儿知道？哎，所以说我们后台别的人来就不是，我们这说相声的又不好管。后台，你像我们后台，尤其是我们二队的后台，跟别的队不一样。你看别的队一队的后台呢，高峰高老师，相声大将军，对吗？往这一站，
说三句话，自个儿就开始喘了。说到这儿得拿激素盯着，他要不吃激素，头发能掉吗？大把大把这都，你天天的睡觉的睡不好，他就不是打架的人。你说王金平，他更娃了。后台赵云霞一扑噜就躺下了，还有李云杰说说相声拿速效盯着，这都不行啊。你像那个谢金跟电杆子似的，一撅就折了，他没一个弄的。我们后台不一样，真的，你看我刚才那侯亮一说就提拿鸡就盯门上了，对不对？你知道后来小月、孙月的。谁不服坐进去，很容易坐进去，对吧？对，还有后来你说那个严云达，多么淫荡的人，对吧？对不对？你何不出去，得让多少人打呀？活到现在经常揍，所以说这类人不好管。为什么说刀子嘴豆腐心的？经常的教育我们属猪，鞭策我们，怕不出错。尤其现在，你看各位可能没注意，对面的剧场里边。摄像头又多了，不是拍那个遮挡号牌的，也不是拍超速的，没有，干嘛的？上面下命令，来人了，上！我今儿这说完，我说把我这胳膊对面说完，这谁能？这段过去了啊，这个。搁着过去对面说呢，就容易逮起来。这个说话呢，尤其相声这是语言类的节目，台上尤其说相声，它不像演话剧，人有台词的限制，人打小就规范，舞台腔必须背剧本。我们说相声不一样，我师傅都没有词儿，你说能让我们这徒弟有词儿吗？他没词儿，台上不定就蹦出来几句牙碜。上面就容易听着，怎么办？过去人家听不见，人现在也高科技了，天天拿着摄像头照着我，哎，实时监控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行就拍下来，拍下来怎么办呢？我们就停业，一停业怎么办呢？就饿了，一饿了怎么办呢？就饿了，简单的这个自然规律，确实这一个食物链问题啊，确实孙越对我们也有好处。时时刻刻的监督我们，看台上有没有牙碜的，注意点，别让人家笑我们错。我们也尽量别给有关部门呢添麻烦，有什么错呢，我们就自我就消化啊，直接就弄，你知道吗？后台十不行，对，当然给我坐，来来坐坐，来我给你坐起来，来来来，我也带你上台，在后边站着，确实就是这样。但是孙越确实有缺德的点，后台有鸡贼。那这是不是我当观众说，为什么不当他面说？不当他面说呢，就可想而知了。不是坐，我已经坐起了。当他面说没劲，你知道？他受不了台，你知道吗？当观众为什么说呢？观众他不是一个人，你们手里有微博呀，对吗？所有关系群，你们网上发帖，哎，转微博，30万、30多点，孙越人鸡贼，真的。后台真鸡贼就是孙越，鸡贼资的很多东西，特别的鸡贼。后台啊，你就能看出来，后台我们后台买水，每人啊也没说是谁说一天交多少钱，一人凑多少钱，没，每人都是主动的。比如说今儿曹阳买，明儿什么严云达买，后岳云鹏买。大号岳云鹏买，大号岳云达买，反正就来不了。我也一堆，没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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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给人打骗子了，就没意思了。而且每人那儿有这自觉性，反正今儿不买，我今儿上午你买，明儿下午我就买，反正来来去就掏钱呗，也没多少钱。30块钱谁掏起，对吧？来十瓶水，大家伙去喝一个，不完了。孙越是鸡贼了，他掏钱，他也买啊，他都买矿泉水，真的，他出去买矿泉水，买回30瓶来，这不缺德吗？我们后台有谁？他买矿泉水，这不缺德吗？
学者最可气的都不是这个，他礼拜一他礼拜二我们演出买了矿泉水瓶啊，他不是不行，礼拜三倒包着来给坏了，拿回来给冻上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一顶这盖还退一下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他多缺德，哎呀，都没知道一顶是什么，还有缺德的。后来被我们发现，我说坐在这里冻着，这农夫山泉跟那个白开水我喝得出来，知道吧？但是说不一样了，有的在里边弹个烟灰，你说太缺德了。再说你是什么？人家都花钱买的那个饮料，你怎么买矿泉水？行，你甭管了，我买饮料行吗？我们人缺德，买饮料都不买正版。买啊！你想啊，这个就我说出来，这你都没喝过。那个红茶是燕京的，这么缺德吗？红茶是燕京的，冰糖雪梨呀、啊，是什么摘的？然后啊，这个，还有是后台老爱喝的那个水，银币，什么？雷币。雪碧，你说这是雪碧，反正经常就是山寨水啊，买那个也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哪带过来的、啊，太缺德，经常干这事。但是呢，我们这里后台大家在一块儿，时间也长。其实你说演出是跟过日子似的，见天在一块儿生活，这就是有一搭一搭的事儿，自己大家心里就知道就完了。当然，我觉着孙老师是人，自个儿有自责的时候。经常你在后台，我们开会也自个儿检讨。确实，我觉得最近的工作也不是很到位啊。大家呢，太费劲了，事儿也没有做不到位的时候。我呢，经常自我检讨。以后这么着，买水呢，我一个月呢往这儿扔个300-500的，你们去买。对吧？你们回头你想喝，你们买，你买什么？你们爱喝，反正就出不了错。现在就是，孙老师每个月拿出300块钱来，在不在的搁着，想起来买水的，找人出去买水。后台有学员专门买水。啊，当然了，这每个人呢，要是办了错事儿，他看着你让外人去看，办了错事儿，有那么几种人，办错事儿反应不一样。有人办完错事儿，自己就觉得后悔了。我怎么这样？我当初你说办这事儿，你让人看着，这怎么人家怎么看？自己就自责，检讨自己以后不能犯错误。还有一种人呢，撑着等着，明知道自个儿犯错也不能承认，我没错，没啊，绝这个绝不能是我，就是你。我就是这种，当然了，咱这么说啊，这事儿过去了，咱们也就拿出来再说说，谁没犯过错，对吗？对不对？谁没请过家长？在学校见家长呢？家长没找来啊？为什么退学？为什么上了初二就不念了？这不就是为了讨你请家长？是我家孩子，怎么老老的都搞不过去？这事儿缺德，我跟你说。哎，我师傅有这么多人请家长，因为这是请我家长来这儿做。小的时候我也怕，打小儿怕的，老请我家长。一出事儿把我爸给瞪过来，怎么还怎么意思？那时候也纳闷，你说学校老师请家长，也咱能理解，他找不着别人。你说好多学员不说相声也请家长，你说他们怎么都也师傅叫出来？缺德确实也咱也办错事儿的时候。当然我跟你们可能生活环境不一样，过去来说我们家生活在东北，不是农村啊，当然也是城市啊。您各位可能看过也能看出，不是农村的孩子，咱不是说歧视人家农村的孩子，真不是，真。没有怀疑，没有怀疑，我怕你们怀疑啊！这确实没有，说着说着也就有了，对吧？确实不是歧视
啊，为什么我这个家里边就是哈尔滨的，大家能看得出来，不是说多有钱啊，家里边反正也是想吃什么就吃什么，想穿什么穿什么。按理说我这样孩子，他缺不了嘴，他不至于犯那种原则性的问题。结果就是，你他人呢？他也有大胆的时候。他你说这问题要搁到现在，他绝对不可能发生。真的，搁到小的时候就大了。但是这事儿你搁到现在，我绝对不能这么干。那阵儿也小，那阵儿还没来德云社，来也就十一左右。那阵儿小不懂事儿，这事儿关键他也不赖我。我呢，怎么说呢？按现在是刑事审问那个行话呀，就叫帮凶。啊，术语也不太准确，反正就是帮凶。怎么回事儿？你说现在我说起这事儿，也是责怪自己。小的时候不懂事儿，其实这事儿打根由说起来不怨，怨谁？怨本家我那大爷。怎么呢？趁话从我大爷这说起。那我大爷呢？他不是说相声，他是干嘛的？琴行，就是。现在厨师，大是厨师，他跟你想象的还不一样，不是说那个赶上个大饭店呀、啊，不是说小饭店，不是那类。过去来说讲究办个事儿，上起那饭店，跟那个胡同里边弄那棚啊、搭棚啊，借桌子、借板凳啊、借碗、借筷子，现场的做这流水席。我这大爷就是干这个。是做这流水席的大师，我干嘛呢？给我大爷打这个下手。什么叫下手活呢？那就是我大爷他看好什么东西啊，我就下手给拿家。其实是我们是叫偷，但是不能说出来。你们这玩意儿里边也有行业内部的一些内幕，你知道吗？偷的绝对不能叫偷。容易被人发现，叫浮，哎，偷起来就是浮起来，哎，走呢不能叫走，叫绞刑，这里边有行业的术语。我跟着我大爷就干这个。那天赶巧有一家人呢办事，打大工，办个流水席，我呢给我大爷。就干这下手，跟这开始忙，包葱包蒜跟这拾了，三十多钟，菜都准备上席了，这厨房里也就没什么人了，你能吗？都菜都做完了，人家别的人厨师傅也有啊，您就不在这里头待着，对吗？人就出去了，有抽烟的，要找地歇着的，哎，该回家的回家的。该收拾东西，收拾东西就走了，厨房里没人，就剩我跟我大爷。大爷开始缝吧，我那阵我不小嘛，我不懂，我说咱这干嘛呀？缝吧，啊，我不告诉你们偷啊，你傻呀？说咱拿这东西合适吗？你看你这人说话怎么这样？什么拿呀？咱这干嘛的？咱厨师傅，对不对？厨师傅他无祖不生啊，咱厨师傅咱不偷点，咱不吃点，吃点他们拿点，那像话吗？但是说咱厨师傅说了就饿死了，那天下那不早就完了对吗？走，那咱怎么呢？咱抱点柴火回去，咱差不多咱走吧。孩子，你要说你当不了书记。这一点眼神，你说你一点远见的想法都没，你拿着破柴火吗？是不是？咱家没有啊？咱家有是有，那没有劈好的吗？你看你这孩子多傻呀！你捡值钱的头啊！不是，我看着这就挺好，哪有那碎柴火干的还能挑棍儿的？别的呀，气死我了！没事吧？把门关上。哎，
门后边那个那袋子米缝起来，一袋子米，过去东北大米好，五常大米最棒，长粒香。现在想着吃这个，哎，拿水多搁点水，焖出来，这米充分的吸收水分，掀开盖儿，一层的油光光的，干着吃个三碗五碗的都得撑。哎，说是五十斤呢，其实又不够五十斤，快出个三碗五碗，人有吃米饭的，但是也小四十多斤呢，四十八斤他的也有啊，这装不熟。傻小子，你穿着棉裤来的吗？是啊，过去小的时候都穿那个带背带式那种棉裤，大家小时候穿还花着那种呢。哎，姥姥给做的，哎，背带的棉裤后边背过来这一袋，头里边护着肚脐眼啊，整个走道的时候拿风给兜着可以吸，你知道吗？哎，有扣，这裤子缺德，男孩的少差。缺德就是女孩穿那裤，上厕所的时候啊，这背带着袋儿容易掉尿池子里，知道吗？正常你看，小姑娘上厕所，知道吗？这背带着袋儿湿的，我看见了，知道吗？哎，背带着袋儿湿的，正常上那个马退来之后，你从后边兜一下，兜到头里跟着出去。我上厕所，都不知道了，连这点常识都没有，是吧？哎，特别麻烦。我做的这个呢，也是背带米，下边为了防止往里灌风，拿这个高筒蜡把这棉裤勒到里边，给捏上，下边做口的，一穿往里进风。大夫。把棉裤解到棉裤腿里啊，我说这行吗？你看准行啊，你撑点棉，撑着棉裤到了，滋滋滋滋，哇，40多斤到这腿啊，也就到了40斤，还剩了这么5-6斤的样子，没地儿放，到这腿。可是一看这不灵啊，这出门让人发现了，你说这腿这么肿，这怎么办？你这孩子，我说呀，你这孩子傻了，哦，想起来给我起来，我歇死你啊，那怎么办？你傻呀，那不我放了好多干货了吗？木耳，对吗？蘑菇、大料，快，你装点这个呀！也是啊，大料、花椒、木耳、猴头啊，你这个蘑菇，没想到这玩意儿扎了，真的扎了啊！这回穿裤衩回来了，顶咱们当中，哎，往这一站，这腿这么宽，这腿这么宽，哎，跟俩小柱子似的，我跟你说，哎，行了。你看这个大盆里边，那不还有猪油呢吗？
这么沉了？花石榴的这玩意儿怎么喝呀？喝哪儿？太厉害了！儿子，扣出来，这么一坨子吗？咱从这儿来呢，两半。你不穿的是这前后边，这中间还有地儿呢，这两地儿塞进去，这不正好吗？哎，还有那个，那个，那盆里放的粉丝，哦，我这怎么缝？傻呀！拿出来给我穿脖子，看着多好看！你这水的鼻子，还在那？哎，不是，不是，我看脚型吧，别脚型啊，那行不行？找来找去，看来看去，地有一坛，里边啊有那么30来斤小磨香油，缝起来。我说这怎么缝？喝了。我这玩意儿喝的话，好像没输几步，那不就得窜出来？那也用不了啊！地沟油，地沟油子，当然你试着呗。这孩子傻呀！旁边那大洗衣盆里，不还有那猪大肠子吗？我这还乖的呀！你傻呀！说的话简直一根猪大肠的这么长。你钻着，这头钻住了，那头我等着露嘴去，露嘴插这边，这边钻住。抱着他，嘟，30来斤罐儿长了，我这我这么举着，这不像话，当哈达的这也不行是吧？你傻呀，系腰上了，这边系折了，这边系死扣，把他腰上，赶紧腰上。我说这回咱能叫醒了，别忙啊，别忙啊，刚才我就惦记偷样东西，准备半天了，瞧那什么。人家呀，做饭做菜，勾芡使的那水发的土豆淀粉，看得这个，我这怎么偷啊？水淀粉那里边水的光滴的，灌哪儿？灌大肠里？呀，傻！我早搁外边了。出门把这水淀粉一瞧，拿出来一盆，哎，搁里了，冻上，想磕的磕的，虽然说没冻实上吧，反正冻成一整坨。缝去，我说这怎么缝？顶脑袋上，我说顶脑袋不让撒线了吗？我说我去回民，哎，小白帽，你像话呀？哎，啥呀？我戴你皮帽，你扣上面，这玩意一戴，不掉不了吗？行，戴你皮帽，把里面扣上，那也走不了啊，前片后片，腿上这儿那全是东西。我说叔叔不让瞧你了，我穿一军的衣嘛，你披上这个，他穿军的衣刚到黑盖一米八大高个，我穿上这军大衣连脚后跟都破了，您瞧穿上这之后，哎，严丝合缝，什么都不漏，没问题。二大爷，咱侥幸吧，哎，这回咱可以侥幸了，走吧。要说我呀，还是真够聪明。您说我啊，就这么走出去，他准得让本家发现了，发现了打一顿，好事。这本家气急败坏，把我搁蒸锅上蒸了。哈，这一顿可够香的。你说我什么调料都有，好家伙，你往整个刀一弄动，你说这都是的。我这怎么办？有主意，到那嚼上那儿。这一根条条跟着假装掏耳朵，边掏耳朵边往外蹭。为什么？您琢磨这原理。掏耳朵没有说跑掏耳朵，都是慢慢的掏耳朵。你看哪个追公交车掏耳朵啊上街的没有？哎，慢慢掏耳朵，边走边往外蹭。出了这门啊，可就没事儿。这不倒霉。人家刚从桌上撤了一个紫铜的火壶给戳那儿，我大一眼就瞧见了，这不赖呀，紫铜的火锅里边满满锅锅的一桌东西全都在里边呢，有什么虾、干贝、各种的吃的羊肉片，满满一锅。真要是仇家去，不赖呆呀，这玩意儿足吃足喝一顿不说呀，吃完了之后。把这紫
从火锅一卖，不少钱呢。哎，走了。我说，你爱放哪放哪，我身上是没地儿了。我才六十来斤，浑身上下东西小四十来斤，你让我缝哪儿？穿的鞋，把这鞋带给系起来，两根鞋带，那紫铜火锅两边有那个铜的那滴子，拴这个把手上，这边系一个，这边系一个，哎，关，蹲上，蹲上，把这棉袍往起一掀，一蹲，站住了吗？没问题。他呀，拿着鞋带穿过这裤腰带。一顿一顿，这边一记死，这边一记死，抬抬走，这铜火锅跟着我起来了。我说大，你这个太高科技，这玩意儿你都能吐，太厉害了。走，脚行往大门那儿凑，出了大门就没事了。要说人呢，他不能做坏事，走到门口眼瞧就出去了。我大爷手啊，也不怎么了，把门边上那一把铁锹给放倒了。你要出来，他过去拿手扶起来，不就没事儿？摆什么谱？他非让我给扶起来，这我说的，哎，扶起来。要说人做贼心虚，他让我给扶起来，我给听上了。让我给扶起来！我说大爷，你怎么了？这是偷东西不要命是吗？人家什么东西都是好的，咱这三多斤小四多斤东西，这不算完，还得把铁锹偷了，是什么咱还？得嘞，人让咱扶，咱就得扶。这我想，这怎么扶着这么长地儿？你身上你没地儿搁呀？我插好不改，这人真不像话。我喊你呢，我就不行啊，我没练到寸宝剑了，对吧？这怎么办？我一想，这枪这把不值钱，随便找一棍儿不就安上？下边底儿上的铁它值钱，把这托架随便安一把不用，跟着我就杠着铁锹，该着杠着就是，要没有这尬铁锹的功夫，这本家不带发现。就赶紧想住，在这时间呢，本家把外面送客人回来了，一瞧一大胖小子跟这儿嘎子跳，哎，麻烦你，啊没事，呵呵呵我这嘎子铁锹，嘎子铁锹啊，我这也痛，我看人家铁锹，我这可能是有点毛病啊，我帮你修一修，修一修你怎么修？你干了，哎。我看你不是往里边修啊，你这是往外拔呢。不是我们，你哎，哎对了，你谁呀、啊？哎你哪来的？不是你干嘛去呢？正说着，我大爷过来，我看，不是人家大爷，你忘了？我早上来带一小姑娘，帮着忙着干杂活的，您忘了？就这孩子，师傅。不对呀、啊，早上来的时候我记得是个小瘦子呀，现在怎么改胖子了？是得改胖子，我身上搁了三多斤四多斤东西呢。不对，不对啊，胖可是胖，他怎么回事呢？这是说不出来的一种味。嗨，我大爷来一下没事，这孩子呀、啊，早起来来的时候没吃东西。到后边这一忙活呢，吃点东西啊，他这个吸收的快，呜一下就推起来了。那也不对，身子是胖，这脑袋怎么这么点儿啊？感情这人呐，这身体是有比例的，身子胖，脑袋也大。我这不一样，我身子胖，脑袋小，一下就看出别扭来了。这脑袋怎么这么点儿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我们这孩子这脑袋啊，刚才啊进来出进去呀、啊，有点凉风啊，这凉风一搜啊，这脑袋就给搜干了，是吧？哎，我这孩子。
那水大的是吧？你不怕？你让他先回去吧。不对不对，你等会儿吧。这个你等会儿，我得跟你说点事儿。不是，咱一共开多少桌？35桌。哦，35桌，没错。我后边进的东西，40桌都有铺，是上了30几桌了。可是我瞧这席面可够单薄的，没什么硬货。哎，朱先生，咱是不是得对着账？我本家大爷姓朱啊，我本名叫朱建峰啊。咱是不是得对着账啊？对账没事，我跟您对账，怎么着？哎，你要回家对账，你跟您退回去。我大爷给你把我支走，他把我支走了，这事儿就死无对证了，不是？本家呀，可能是瞧着什么呀？别，叫着孩子咱一块儿去。说着话，把我的胳膊就拽住，走，我哪能跟他去呀？一去我全露馅了，我就往后蹦，走，我这一蹦，对吧？就听着后咯噔一声。大肠断了不要紧的，里边盛的香油哗就流出来了，流一地全是香油，本家当时就傻了。哎，老朱，你还怎么意思？不是，哎，哥谁都没话，要说太聪明，那还就是富得流油。哎，这吃的东西多，我跟你说。哎，秀的好，那四溜溜。啊，行行行，那走，那咱们对账去，不说这事儿了，非得拽着我跟他一块对账，去吧。到一屋里边，10平米的小屋啊，点了2火炉，这不要亲命吗？我身上搁了这么多东西，他们真是惦记把我蒸熟了卖，我是不敢进去呀、啊，太热呀、啊，我呀、啊。站在门边儿，我心想什么？他万一有一眼瞧不见我，我撒腿就跑，这事儿不就算完了吗？不就过去了？没想到，来来去出来进去，人是太多了，还跑这道谢的、回礼的、送礼的、算账，来来去直掀的名门帘子呀。要不说这人呢，不能干错事，是受到报应。来不来去一掀门帘子，叫亲娘。刚才呀、啊，偷着火锅的时候，太着急，怕人瞧见，里边这炭忘倒。他来不来去的一掀着门帘子，底下一缩着凉风，炭又着了。他一着不要紧，疼得我呀！抓心挠肺呀，疼到不要紧呐，就被人发现不了啊。要亲命的是什么呢？我这裤子上面都是香油啊，他这一受热，香油啊就开始咕噜咕噜顺着脖子后边冒黑烟呐。他这一冒烟，我一着急一出汗，坏，脑袋上面顶着团粉花，顺着脑袋哗哗哗直淌白道的。本家算账的时候一瞧，当时就吓傻了。哪见过这个呀？我说老朱，你快看看吧，你这孩子怎么直流脑浆的呀？